大家好，我今天介绍戏，家家，灰姑娘命运的王子的狡猾。灰姑娘做南瓜马甲，就钱宝在那里开宫廷舞会。灰姑娘遇见他的命运的王子，他们两个人玩了时间，一直不停地跳下注，很羡慕。好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。灰姑娘家居家吧。好。大家请看一下，好，今天请准备两件假期，一个是上衣的，一个是裤子的部分用的。上衣的假期是大部分，好吧，这样的大部分白色的，可是一点点看到颜色的。所以，颜色跟白色的杂志用准备了。这个是你裤子的部分，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的。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首先，我说明是上衣的脚法。好，首先一般脚。再一半夹，打开，这是白色的，白色的棉，好，下的边一点点往上夹，这样的，好，翻过来。这是颜色的部分，颜色的面，好，这是甘蔗的扁的，好啊，这个是下扁的，好，左右扁往中央线夹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下次颜色的部分左边的，这个是没有颜色的右边，右边，向下的边往中央线。可是这个是我全部没加的，不加的，一半，只有一半的，右边一半的加的，所以这样的，看得懂吗？加的，右边，不加的，左边的。这样的。打开，向下边，再一半夹，那个是我玩刚出来的加行夹的，只有左边夹，这样的。这样的，好，下的，下下一半的，下下一半的，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，这个角落往外面夹，
해야 한다. 看到了吗? 好, 下次 这个中央线, 一般夹, 这样的, 翻过来, 这样的, 左边, 右边, 大概, 一样的形状，所以整理一下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那个看到很小小的三角形的部分。 这个是贴在他的皮带，这样的，在家里，长的话后面贴好。 相应的部分完成啦，好啊，下次我说明的是裤子的夹法。好，首先对角，打开，向下的边往中央线夹。 这样的，这个边往中央线夹，在中央线夹，这样的，下次这个边，这个两个边。 往中央线夹，好，这样的，下至上的角落，往这个点，这个三个角落一起的点夹。 这样的，好，下次这个下的边往这个角落，在家里的角落夹，好，这样的，左一，二，这样的。 好，最后这个下的角落，在家里的角落一点点剪开，这样的，这个出来的两个角落往外面夹，这样的。 裤子完整啦，好，上衣裤子完整的话，这样两个一起的，所以一起的中央线的部分，这样的，翻过来。 也在家里。
翻过来，这个边。可爱的，还灰姑娘的家集，好，这个影片你喜欢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打赞。好，你们给我加油的心情，让我好好介绍家集家话。谢谢你们看到这里，再见。